我是夏洛克·福克斯，这里是每日主要交易信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八点的技术指标和银行同业立场的比较。看跌信号主导欧元美元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六个红色信号在短期图中，七个在中期图中，五个在每日图中。银行同业立场为看跌，仅仅12%的空头。英镑美元短期图中带来四个中性指标，中期与长期图中分别带来四个与五个卖出提示。这与银行同业立场为看跌超过29%的空头一致。绿色信号主导美元日元三个时间段，六个北线指标在短期图中，七个在中期图中，六个在每日图中。银行同业立场为看跌，接近54%的空头。一个看涨信号在英镑日元的一小时图中，四小时图中带来四个中性指标，五个红色信号在每日图中。银行同业立场为中性，小于4%的空头，支持中期指标。欧元日元短期与中期图中分别由看涨信号主导，每日图中大多数为中性指标。银行同业立场为看涨，28%的多头，支持一小时与四小时指标。以上为本周三的交易信号，统计数据全天每小时更新，敬请关注。